欢迎回来。对，我的妈，忘了戴帽子，觉得有点赤裸，有点凉凉的。好，我们刚刚那个刮胡刀，我们忘记示范换刀片的桥段了。好，你要小心点，不要割到自己。对对，见血就完。这个换刀片呢，稍微简单。然后这个一盒哦，这一盒，好，里面就有一些备用的刀片啊。是。那么换刀片怎么换呢？怎么样看啊？这边有一个按钮，有没有？是。按下去之后呢，离你最近的导弹就会发射。哎呦，然后。哎呦，刀片没有嘞！我以为会飞出去。刀片掉出来之后呢？啊，这个刀片在里面要怎么抠出来呢？不用把它用手抠出来，好不好？直接把这个怎么样？杜瑞，直接怎么样？杜瑞哦，拔出来，往后拿出来就好了。杜瑞，好方便哦。对啊，这样就换刀片。Yeah， 有一个快速加长快抽弹夹的感觉，不要浪费了。你好不熟练、喔、不能加长快抽、啊、不能加长快抽、啊、不能加长快抽、啊、你是有没有点到技能而且刀片根本也砰砰砰砰砰砰 Real 完了完了完了可以可以你已经被爆头了你已经被红吉哥啦可以塞回去啦小心不要手这方面一样就是有没有这个你不小心有没有一个不小心像我一样这样 Real 上瘾了之后呢还可以把它装回去可以再 Real 尬回去有没有子弹也可以重复使用 Real完了完了完了！回错了，技能没点好。好慢啊、喔！好慢啊！有有有啊！方便了，好了，好了，总是示范一下给大家看，好吧？是是是。好，我们这趴呢，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延迟太多了，被卡做太久了，真的前面效果做太多了，今天效果大爆发，效果宰效果宰大集合。好，我们这趴呢，我们那个宰马逊时间，好不好？我们赞助累积达500就会启动，然后50为基数，好不好？ Yep. 然后呢，上周我们有抽出那个嘛，啤酒发泡器，是得奖的叫做月底吃土，月底吃 土就吃土，但也没关系，你中奖了都不来都不领都不领的，请赶快跟宅知道的粉专联系，好不好？是那个吃土宅，吃土宅，吃土宅，对。吃土当吃补。好，那我们要来宰马逊购物了。呀、yeah. ，今天有3000日元可以用。耶、yeah. ！今天是最高的价钱，好多钱，没错，真的。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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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用。来来看宰马逊。那我们就一样选这个成人，是个人爱好。成人，成人。然后，哎、欸，我们之前都是选哪一个？我忘了。我们都是选那个动漫周边，动漫周边上面那个。没有没有，没错，不要钓我鱼丸，容易刺耳。哎，这个这个很好。哎，这些分类就是大家最喜爱的了，好不好？哎，有看一下这个所有内容，动漫周边大家都有3000日元嘛。嗯，那我们就来下屏。哇 ，Pop the Big 的 T 恤哎、欸，差240日元，可惜。警告，这是成人用品。哎呦，我要订开来了。有什么特别？我大逛街的时候都不在讲话了，很专心在看、啊。对啊，很专心在看。看看有什么狗屁可以买。我最近有买一个哎、欸，我买那个史莱姆的桌子。桌子？嗯。哎、欸，我在宰马逊买的。真的假的？嗯。注意，看那个性感的 Rubang 三世的公仔，2945。哇！哎呦。这是一次两只吗 ？Lupin 应该是吧？哎、欸，是哎、欸，是全两种套装。哎、欸，下面这些都哇哦，哇哇，那个那个跪在椅子上那个，这个是那个香吉士的姐姐。One Piece 香吉士姐姐是谁？就是她，她有碧珠，碧丽珠 ，Yeah， 香吉士的姐姐。丽丽丽，只要是解六哎、欸，他们的这个部队叫杰尔玛66号。哎呦，好帅、啊，六六这样，好六，这个不错吧？2980。还八处啊，对不对？加入购物车、嗯，先加入购物车，先加了，先加再来讨论，先加夺人，没有错，先加夺人。好，好来找别的。哎、欸，我真的什么时候团购下啦？其实对啊，其实可以团购一下，这边你都团购哎，注意 ，Hope the Epic EDM 3008 T 恤白色，没你买是仅剩一件。对啊，我不知道你们要买什么，但我们可以一起。他的 T 恤啊 ，Hope the Epic T 恤仅剩一件，而且它原价3132。现在2900，点进去看一下不就好了？点进去看一下，点进去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最近有发现他们也在做特价、欸，不错吧？在马逊 EDM， 耶、yeah ，那好可爱哦、喔，好可爱、喔。EDM 是什么？这个也不赖吧 ？EDM 下面有 Electro Dance Music， 呀，哎，是 Electro 吗 ？Electro， 那下面有相关那个吗？
有好多哎、欸啊、，This face sucks。This face sucks。压倒性的成长。压倒性的成长。You are not my friend 。Waste water from industry 工业废水。很帅耶、欸！真的，我觉得压倒性成长超嗨的、欸。啊！哇，那个1296的，可是这个不错啊，这个2900呢？长怎样？点进去看看。对啊，点进去看看，不知道是什么。什么图啊？蛮可爱的。哎呦，这个正反面好好看。好酷哦！干，想要一件。下面那个脸是什么？哎、欸，有一件只是3000整的。实体阿尼美牌。第一个，第一个黑色那个。阿尼美光碟。这个是那个吧，下巴美的吧？嗯，这个要吗？还是加入购物车？这个3600哎，太贵了。那你选第一个，第一个3000块。黑色的3000啊，大家都喜欢穿黑色，黑色显瘦了。哎呀，哎，啊，他怎么又写3600？他屁美。哦哦，开虎开虎，那不买了，老板骗人，真的。然后广告不实，真的。压倒性的成长，好想买啊！什么3000？你买你是自己办账号，自己在日本？对，我自己办账号，让他寄来我们这里。啊，他你付费是用什么付吗？哎、哦欸，我还没付费，我看不懂他付费的样子。那你就是没有买啊？可是他上面有说4月2号会到货，我想说他是货到付款吗？那怎么可能？真的吗？对啊。好。哦，我要把门挤倒啊！啊，你地址是填英文？对，填英文，他要填英文。哦，还是试试看好了。嗯，可以试试看。啊，月妖女的他娃娃。不过他那个，哎呦，月妖的他胡雪限定挂薄膜胸小胸鼠标垫，而且价格可以哎，塔娃娃可以啊，塔娃娃，塔娃娃就是一个比村乳液，塔娃娃二等兵，对，或者是北斗人中北斗里面小兵死掉的时候会喊的名字，有什么特别？嗯，压倒性的成长。我靠，这个阿松，差不多了，剩一分钟。哇，怎么办？就是 Pop Tape 里面选一个。没有，我们刚加入的是那个啊，丽珠啊。嗯。那、啊、没什么特别的。救命啊！搞美呢、啊？好可爱，那根粉红色是什么？哪一根？上面。筷子吧。真的筷子，那是星际大战的筷子吧？哦，是哦，是吗？不是吧？你也看了 ？Life Save 啊，真的星际大战的筷子。对对对，哎呦，那个有一个假帕里曼酒，哪里？上面那个黑黑一坨。OK OK， 真的，再三分钟。对，啊，可以了，三分钟够了，够了够了，我骑到台北都来得及。我觉得我们下次要。我觉得我们下次要逛非动漫周边的一些，造福一些生活用品也可以，对不对？造福一些，对啊，造福一些比较没有在跟动，可是或者是他喜欢的周边都是很贵的。我们上次这样选一选，选出了台龙首创馆会卖的，不会啊，哎，拜托台龙首创馆就是进一些日本的东西，好赞哦。对，我们也等于是把它从日本买过来。那要不要现在就赶快换过去？可是剩两分钟哎，哇，两分钟这边录一录比较有机会吧？我们光找到那个分类可能就要两分钟了。真的，可是这边撸一撸有一个伞哎，光之美少女的伞怎么样？快下来！哎呦，哪里？哎呦，多少钱？1598，笑死了，太便宜了，太便宜了。而且他刚下面写要1到3个月才到货哎，那时候卖的太贵了吧？那时候才知道还在不在不知道，还要等到雨季来才愿意寄过来的，真的。哦，北斗星徽章嘛，特别。哇，这个眼力好快速哦！对啊，我是这么大，救命啊！我都要把眼睛睁到最大。你眼睛够大，够大。我都没有刚好3000的东西啊，被扒的。最多就2980吧。真的没有哎、欸，今天。阿星图星。不一样。野兽的进化 ，Kemono Friends 翻译叫野兽的进化。就是这些小东西啊，真的没有哎、欸，小小兵的手表。2980，还有这个可以了吧？可以，而且它是生活用手表，很屌，它是防水的，很屌，这很屌，哎，这很可爱，这赞了吧？真的 ，OK 了吧 ？K 了，我觉得这个还有 White 跟 Yellow， 哎 ，Yellow， 还有 Black 哎 ，Black 按下去它会，它应该有别的那个可以看吧？黑色的感觉很酷，你按一下颜色的选择，它会不会换图？1分钟，Black 好可爱哦 ，Black。就 Black 啦，而且 Black 也比较中性，大家都穿的，大家都桃红色，中个屁气。对啊，
全冠会带了，那外头还是什么1980啊？你点开颜色有一个 King， 有一个 Yellow King， Yellow King， 看它的里面的图案造型吧。哦，哎、欸，这个很帅，这个很 Q 啊。它一般的 Yellow 怎么变1000多？对啊，怎么变1000多吗？还是刚刚有一个才2000多 ？White 比较贵 ，White 比较贵啊。那我们就买 White 好了，买 White。White 可能比较新。快快！哎呀 ，White 剩四件而已，预告重塑，买了买了买了，加入公司救你了，就他，我先把迷你王子，先把香吉士的姐姐删掉，好，拜拜拜，香吉士姐姐再见，再会了，就他了，说好不好？这次的奖品就是这个，我的迷你王子的生活运动手表 Ver Two， 它是二代，白色，所以比较贵嘛，所以是可以啦，而且这个也比较大众。对啊，对啊，也比较不针对，对啊，人家就算抽到了自己不喜欢，哎，有个侄子或是朋友小孩生日，对，还可以当礼物送一下，又是小兵，你说环球送来的，很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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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一下人，赞。我们今天最后一棒没有进广告了，不进广告，直接怎么样？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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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运，哇，还要运，还要运，还要运，人生宝运，上次我吞下了手败，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我们应该先看一下观众建议的字卡，对不对？好，好来看一下本周惩罚。哇，这都是观众想出来的第一个淘汰，淘汰天哪！半丑脸趴在墙上，并发文说今天出现，这不是上礼拜的吗？对啊，对啊，再混嘛！认真发一篇对第一名告白的文，配上留言那个照片，这个好像蛮这么好一点。拍一张解百豪之音的照片，发文说女装的鸟屎是大蛇丸吗？干嘛还是搞两个人啊？对啊。拍一张圆圆脸，发文说今天我才是真正的所长。拍张翻白眼特写，发文说缘分到了，好运自然就会来了。嗯，好。最初的那位拍个崩坏演艺集，演艺30连拍也太多了吧？太多了吧？3连拍就很屌了。还有吗？应该没了吧？哦，就这些啊。嗯，那就这里面挑一个啦。他接什么？让他出来给我们看一下。没关系，我们边玩边想好了，反正已经看过了、啊。真的，好，好吧。闪什么闪啊？闪就想到我家电灯在跳电。我今天洗衣服，昨天洗衣服洗完，想说烘干了放在那边，晚一点再收。结果它跳电，所以还没烘之前它就暂停了。它就跳了，它就湿湿的在里面。那现在至少你有家可以洗衣服。也是啦。我再过2个礼拜就没家了。细菌滋生，你可以用纸箱把衣服吸干、欸。那你可以再留一个纸箱给我。看游戏画面，看游戏画面，来六碳，碎碎碎，我们现在已经被这个游戏超级。